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鲑鱼王龙哥啊，今天又来到了野外抓鱼，还是蛮帅气的。走了，现在准备下水。好了，现在把鞋子脱了，准备穿个水裤，准备下水。今天我的那个朋友没过来，所以录视频都是自己放在那里录就好了。穿个鞋子就可以下水了。今天也带了一些龙，希望能多一点。因为有一个德国的朋友告诉我，这个是一个入侵物种吧，他们是不是这边原生的？所以我们要翻进近里，尽快一下，多敲一点也没关系。走了，现在。好了，现在下去先下个笼吧。今天也带来了一个新笼，上次那个被偷了，这条笼的时候，希望这个运气好一点吧。走了。好了，看一下那边的是我这个朋友，他在那边下笼了，我们过来这边下就好了，不要妨碍他。这边的水也比较静，希望有收获吧今天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肉饵放好了。准备过去下笼，从过来这边吧，还是这个车无畏，车无畏，谁无畏，走了，去看看他们是长什么样的，不要抖动的太厉害，现在这里看不到，只能下水看了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多啊，好多，我已经看到有好多，哇，好漂亮，这条好漂亮，好漂亮。现在我他妈的笼已经下好了，等一下过来这里收笼就好了。好了，我的笼已经下好了，现在就等时间到，然后去看笼就好了。现在要顺着这条水路一直往上走，看看还有什么动物。走了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走嘞。这里的环境好漂亮，看看波浪。看。嘿嘿，我的美腿，很不错。好了，现在去起笼看一下，这个料不行啊，那老板说这个泡3个小时都不溶，这看上去全部融化掉了已经。啊，起来，哇，啊，有块，看一下，已经看到有鱼了，可以，哇，这里好多，跳下去，这里也有，好了，先收了。等一下要上去，往上走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收获。走了，现在先去装个观察缸，看看它们的美丽。走了，好了，现在下笼，现在已经看看收获，哎，都是公母鱼的，看上去，啊，有一条公鱼，看一下，也有公鱼，也有母鱼。等一下拿个观察缸，上一次忘记带观察缸了，这一次带来了，看看它们的美丽吧。拿条公的去看一下。那条。好的，可以，看一下。三。可以吧？一只半，十分漂亮的一条剑鱼，哇，真漂亮。来，拿个近看一下，近的，看一下。好了，现在继续往前走，看一下有什么收获。喜欢的记得关注我，我是鲑鱼王龙哥，把它放下去吧。